继续把圣经打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找到吗？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一节。好的，咱们一同来读第四章的第一节。一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高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召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好，先读到这里啊，咱们一同来闭目。所以今天所查考的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个信息呢，让神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救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把你自己的众儿女团聚在一起，使我们一同来分享从天上来的声音，从天上来的话语，从天上来的祝福。我相信今天你必借着这一点的时间来祝福我们，使我们真的明白你旨意的奥秘，借着圣经的查考，使我们更加明白如何行事与蒙召的恩相称，使我们更加的清楚知道上帝的心意。就求你在我们中间亲自来说话，你对每个弟兄姊妹的心灵来说话，照着你自己的旨意带领今天的聚会，保守每个弟兄姊妹的心灵，使我们常在基督的爱里，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共建基督的身体，保守每个儿女，把你自己的瓦器托起来，就求你借着他的口彰显你自己的全能和荣耀，借着他的口把你自己的属天的智慧知识丰丰富富流淌出来，叫弟兄姊妹通过他的口而得益处。听我的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咱们一同来交一同交通与蒙召的恩相称，与蒙召的恩相称。那我们现在已经蒙召了，对不对？下面是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与蒙召的恩相称。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但是我们在查考这段经文的时候一直在查考，就是我们从前的查考的是和这个好像是没有关系，其实和这有关系。那首先我们要知道上帝召我们就是为什么呢？召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召我们不把我们接走，还不叫我们放在地上，把我们放在地上是为了什么呢？我们首先看一段经文，他把我们放在地上要干什么。先看提摩太的后书，提摩太的后书二章第二十节二十一节，晓得吗？晓得。二十一节说，在大户人家不单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做贵重的，也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了，这上帝要召我们就是做一个贵重的器皿，对不对？他要做贵重的器皿，
什么样算是贵重的器皿呢？什么样算贵重的器皿呢？什么样器皿是贵重的呢？金器、金器、银器。什么样算卑贱的器皿呢？还有木器、瓦器，对不对？这个器皿不一样，所以它就功用就不一样。器皿是贵重的，那它用它的用处就是贵重的用处。所以呢，在这里边说，是吧？为了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他招我们，把我们从世界中间招出来，做贵重的器皿，不做卑贱的器皿。说做贵重的器皿，怎么样才能做贵重的器皿呢？脱离卑贱。哎，这是第一点，最关键的是脱离卑贱的是做贵重的器皿。说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首先要成为贵重的，不是成卑贱的。卑贱的器皿，它本身这个器皿就卑贱，怎么也不能成为贵重的，对不对？它不能成为贵重的，所以它行事为人不可能与蒙召的恩相称，这是不可能的。首先，这器皿是贵重的。贵重的器皿指向什么呢？凡从神来的都是贵重的，从神来的。所以在雅各书说，一切美善的恩赐，一切美善的事情，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是不是这么说的？对，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就是从神来的就是贵重的，从人来的是什么呢？卑贱。凡从人来的都是卑贱的，凡从神来的都是贵重的。你怎么来区分是从神来的从人来的呢？从肉体情欲中间来的，从自我里边来的，都是从凡从我里边来的，从地上来的，从土，从情欲来的，就是从我里来的。凡从神生的呢，从神来的，那就是属天的，属灵的，不属肉体，不属情欲的，这都是从天来的啊。我们继续来看这段经文啊。我们先看贵重人，就是大户人家呀，不单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一共这里头有四等，对不对？对，金器是一等，银器又是一等，银比金还要稍微贱一点，对不对？金器是最贵重的，这里边有金器、银器，还有木器、瓦器，木器、瓦器又是一等，对不对？木器比瓦器还能稍微好一点，但是这些呢，这里边讲的是一共是四种，一共是四种啊，这四种里头。其中不同的就有不同的功用，就是不同的瓦器有不同的功用。所以首先呢，要叫卑贱的变成贵重的，能不能变呢？叫木头变成金子能不能变？不能。叫瓦器变成木器能不能？不能。叫木器变成金器能不能？不能。这都是不能的。所以他们这几件瓦器，一共这里边提到四件瓦器，是不能各自取代，各自取代也不能互相互变的。金子也不能变成金子也不能变成木器、瓦器，也不能变成说卑贱的。那贵重的就是贵重的，它本身的本质上，这里边涉及到这个四种涉及到本质的问题。什么是本质呢？就是这个本身这个器皿的质量就是贵重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一听到我要做一个贵重的器皿呢，就想用地上的这个地上这个本质的不好的东西，不想脱落，不想接受主的，就想做贵重的，可以不可以呢？那是不可以的。所以这个必须首先接受的是从天上来的这个贵重的器皿，才能成为一个上帝所喜欢的这个器皿。好，这里边说，首先这里边说脱离卑贱的事，那卑贱的事是从哪来的呢？地上的，地上的肉体里来的。脱离卑贱的事情，所以保罗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里提到是这段经文提到说：“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上帝招我们的是过做贵重的器皿。第二点是什么？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预备行善，预备行各样善事。这是目的，对不对？贵重器皿就必做贵重器皿，它是什么？脱离卑贱的事的人才能做贵重的器皿。
脱离地上的才能作为属天的，脱离人的才能成为神的，没有脱离人的他永远不能成为贵重的器皿。所以这样你就是你努力也没有用，这不是人努力的问题。所以首先这个信仰必须端正，端正首先端正每个弟兄姊妹的信仰，你怎么如何才能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绝非不是人性中间的改观，不是人性中间的改观，而是一个脱离的问题。这里边涉及到脱离卑贱的事，才能做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善事。这个预备行各样善事是关键的，上帝招我们就是为行善。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这里面还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找到了，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又提到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首先我们所领受的是属天的道，对不对？从神来的道，凡从神来的那都是贵重的，那我必须先领受这个从神来的道。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是圣经都是神的话，对不对？对啊，这句话不对呀，这句话是错误，根本圣经就没有这句话，说圣经都是神的话，但圣经都是神所默示，这句话有没有？有。这什么意思？默示是什么意思？默示就是暗示，对不对？嗯，默示就是暗示，就是神这圣经的所有的话都是他已经暗示完了，都是默示完了。既然是默示的，他不一定都是神的话。比如说假先知的话是不是神的话？不是。不是神的话。魔鬼的话是不是神的话？不是。不是神的话。比如说耶稣基督在旷野中间有主耶稣基督的话，也有假先知的话， 也有那个魔鬼的话。魔鬼对耶稣说话和耶稣基督说的话那是绝对不一样，不能把它混为一谈。任何人说圣经都是神的话是错误的。那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下面不光单单是学义，这里边还有与教训，这里边有教训，对不对？对。圣经你要把它分出几个方面来看啊。这里边不单单圣经里不单单是由这里边不是单单叫我们学的，学的是效法，对不对？嗯。这里边不是单单叫我们效法的，这里面还有一种是什么？教训是啥意思呢？教训是啥意思啊？圣经不单单是叫我们学效法的，好的有信心的，是被上帝所夸奖的，是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被耶稣基督所责备的，被神所责备的那些个话语，不是我们效法的，而是我们什么？成为我们的教训或者是警戒，对不对？这个警戒和教训一定要把它区分开来。有多少人呢？他不明白什么是警戒，什么是教训，什么是叫我们效法的。这个把那个警戒的话也都去效法去了。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在《使徒行传》里有研究这件事情，是不是我们效法的？不是，不是我们效法的，这件事是错误的，写错误一遍，是吧？彼得说血气的话，是不是我们效法的？不是，哎，不是，是不是？这个是不多马的疑惑的心是不是叫我们效法的？不是的，这都是教训，也是警戒。以色列都倒闭旷野，是不是我们该效法的？不是，这不是的。以色列背逆上帝，不明白上帝的心意，耶和华在说这百姓心里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那是不是我们效法的呢？哎，这些都是教训或者是警戒。把警戒和教训这两件事情把它区分开来。如果是他这里边说警戒，警戒人说警戒的话是什么意思呢？敲警钟了，就是意思你不要再继续再这么走了，这叫警戒的话。教训的话，上帝今天他不是都教导你，这个教导的话呢叫你效法的，这个警戒的话呢是为了教训你，叫你得到教训，对不对？
别人的错误成为你的教训，这个一定要把它区分开来，成为你的见解，成为你的警戒，成为你的教训，这个都是反面的，不是叫你去效法的，就是他那么走的已经错了，你今天你要吸取他的教训。往下看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那圣经既是神所默示，不是单单教导我们学习的，也要督责教训人，督责人使人归正，使那错误的归正。这里边一说归正，就是表明人走错路了才可以归正，对不对？叫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都是有益的，无论是反面的正面，对于属神的人都是有益的。下面说叫什么样人可以完全呢？属神的人，哎，属神的人得完全。那么这里的完全是表明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信仰上完全是照着圣经的，得以完全的，是吧？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这里面说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属神的人完全，做贵重的器皿，不做卑贱的器皿。怎么样呢？完全呢？说这样的经文呢，与蒙行事为人对的起的招你的主，或者是行事为人与蒙招的恩相称，这样的经文在圣经我可以找到一大堆的经文啊。那最终的目的就叫我们做贵重的器皿，不做卑贱的器皿。好，咱们再看啊，咱们再看，还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啊，第四章。保罗这封书信呢，在以弗所这封书信是在坐在监里头写的书信，被传出去了，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他为什么说我为主被囚的呢？保罗这个时候是在监狱中间，他写下这封书信是在监狱里的书信，是吧？既然蒙召，既然我已经蒙召了，那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已经蒙召了，我已经是，已经是。属神的子民了，那属神的子民必要与蒙召的恩相称。保罗在这里引出来的，所以他说如何呢？说第一点是凡事谦虚，这是最关键的。说我要想预备像各样善事，要想与蒙召的恩相称，做贵重的器皿，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必须是什么？凡事谦虚，谦虚自己。谦是谦卑，虚是虚己的意思，所以谦虚自己。再往下看，温柔，温柔就是不是什么，不是什么啊，残忍暴躁的，而是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什么宽容，宽容，说是这用爱心才能互相宽容，在教会中间需要宽容，是吧？用和平彼此联络。和平，这里边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所以没用爱心，那用爱心，这爱心是主的，是不是啊？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爱心，是从神那里来的爱心。彼此宽容，宽容就是你宽容我，我宽容你。因为什么呢？因为主宽容了我，所以我要用在主里面的爱心来宽容所有的人，宽容那些得罪我的人。说既说宽容，肯定是对方有得罪我的地方，对不对？既说宽容，就不是这个对方就是完全是正确的，肯定有不正确的地方。说这样要在基督耶稣里面用爱心彼此宽容，互相宽容，就是你宽容我，我宽容你。每个人在一起都会有碰撞的地方，说用和平彼此联络，说如何是行事为人与蒙召的人相称的？到底是什么样算相称呢？这个相称在什么地方？体现在什么地方？第一点体现在，这是第一点，体现在什么？爱心上。第二点体现在什么？和平上，对不对？用爱心互相什么？宽容。这里面说互相宽容啊，你给人放宽道，宽
是宽别人，容是容纳别人。下面说用和平彼此什么？联络。什么叫彼此？彼此还要联络啊，彼此联络啊，用和平彼此联络，是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个心。第三点是保守，竭力是什么意思？竭力的，竭力干什么呢？保守这合而为一的心，谁赐的呢？圣灵所赐。保守，有人说一说守就守律法，不是这个意思，去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个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合一的心，圣灵所赐合一的心。所以这个心呢、啊、首先你自己都知道，你今天别人得罪了你，你去互相攻击，这不叫和平，是吧？别人得罪了你，你现在你仇恨他，不是出于爱心，对不对？你仇恨他不是出于爱心，你去攻击他并不是以和平相待。耶稣基督本身住在你心里，他本身就是和平君，和平君在你心里了，也在我心里了，对不对？既然在我心里，我就要用什么把我们中间的矛盾把它化解了呢？用什么？在基督耶稣里边的爱心和在基督耶稣里边的和平的心理把这件事化解了，是不是啊？基督徒他就是化解一切矛盾的这个工具。上帝在地上如同把我们拣选一个器皿，为什么说是器皿呢？器皿是不是工具啊？你盛饭的器皿是吧？你喝水的器皿都是器皿，它是个工具，就像一个器皿一样。上帝要借着这个器皿呢，把上帝的无形的爱借着这个有限的器皿把它彰显出来。所以这里边说到器皿的事情，下面是说什么？互相宽容。所以你这器皿就关键了，是贵重的器皿，是卑贱的器皿，从天上来的器皿，是地上来的器皿，彰显的是谁？彰显的是基督，还是彰显的是我？我现在是为自己活着，是为主活着？我要为自己活着，那是彰显的就是我自己。但是现在的时候，这里边这个爱心，这个和平和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都要借着我们这群人把它彰显出来，把它表明出来。所以这样呢，我们就要照着圣经所赐给我们这样的心来彼此宽容，彼此饶恕，彼此联络，或者彼此宽容，这样的在基督耶稣里边这个爱心，这个用基督里的爱心和基督里的和平，就使教会合一了。教会合一不是因为我今天我们人在一起，这个肉体在一起，连这个心不在一起，光肉体在一起没有用，这心不对，光在一起坐着，这群人不同心。所以你们若有一样的心呢，哪怕就是三两个人，上帝都能成大事，你信不信呢？都在我们身上做大事。这大事情需要在什么人身上做的？就是和平的人，就是有基督的爱心的人。不管他多少个人，在多少人都无所谓，但是这个爱心如果是在基督耶稣里的爱心，同心合一的和平，这个教会的和，用和平联络，爱心联络，所以保守圣灵合一的心，一共是爱心、和平的心，还有合而为一的心，这三个心是最关键的。教会中间现在缺少的是，第一缺少爱，第二缺少和平，第三缺少的是合而为一的心。所以下面说，我们必须首先第一点，他说首先第一点，我们要建立在，这是第一。这里边讲完了，这里边下面再看啊。身体只有一个，所以必须在一个身体上建立，这是第一。四点，必须在一个身体上建造。如果我自己个人都建自己的身体，都在肉体里建造，那么它就不是一个身体，对不对？这很明显，首先第一点，必须在一个身体上建。如果建错了，你建你的身体，我建我的身体，都建自己个人的肉体，
这个身体是什么意思呢？这身体是什么意思？咱们现在都各建自己的家，都建自己的小家，就把上帝的大家就忘掉了。这大家就是教会，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渐渐的教会就会人数减少，渐渐就会都各建自己，是吧？各顾各的，那不是教会，教会不是各顾各的，教会是彼此建立一个身体的，这叫教会。如果是你只管你的，只管门前雪，不管别人瓦上霜的话，那是世人的态度。我们今天不是这样的，教会不是这样啊，教会是必须在一个身体上建造，这一个身体是基督那一个复活的身体上建造，都往这个地方建，都建属灵的，那么属肉体的就被忽略了。都见属肉体的，那么什么就被忽略了呢？属灵就被忽略了。就看你今天你见什么，如果见对了，见这个身体，见基督的身体，属灵的身体；如果见错了，就见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身体就专顾自己了，不顾别人的事情。所以圣经说，你们也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也要顾别人的事情。这就表明是在基督耶稣里共建一个基督的身体，完全不是今天教会里头，就是与教会为什么不能够合一，为什么不能兴旺，最关键的就是各揣心怀，各自管自己的事情。所以这样就不是共建基督的身体。为要把这个灵宫建起来，所以呢也要顾别人的事情，同建的基督的身体。这是灵，这是肉，建肉的就灵就不能被建了，建灵了那肉就被忽略了。所以这样呢，我们首先的这一点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爱中建立，是使身体渐渐才能增长，这是最关键一点。与蒙召的恩相称，怎么样才能与蒙召的恩相称呢？首先就叫你做贵重的器皿，第二点呢，就预备行各样的什么？这是目的，预备行各建立身体，预备行各样的，必须在哪里建立啊？在爱心上，在和平上。在合而为一上建立一个身体，有这样的三个心才能建立一个身体，对不对？这个身体是最关键，这个属灵的身体，教会你看不见的无形的。所以我们虽然在有形的身体中间，但是我们建立不是有形身体，乃是建立是什么？我们虽然在有形的世界，但是我们建造的却不是有形的世界，乃是将来的世界。如果耶稣基督说，我若是这国属这世界，我的说我的臣民就拿起枪炮了，我不属这世界，所以这个世界中间没有可见的，世界都要被拆，唯独建的是属灵的。所以所有的弟兄姊妹，首先在这三个心上，先爱心、和平的心和合而为一的心，才能共建基督的身体，属灵的身体。这一个属灵的身体建造，说我们每个人都在上面都建造一个灵宫。比如说有的弟兄姊妹他想建的是什么呢？有的弟兄姊妹想建造的是属灵的，但有的弟兄姊妹建造的是什么？属肉体。他俩能不能合一？不能，不能合一。他往里边建，他往外面建，他往天国建，他往世界建。所以这说他俩建的目标不一样，使劲使的不一样，因此导致不一样的结果。他们再往一起合也合不到一起去的，因为他建的是卑贱的器皿，他建的是什么？贵重的器皿。这个器皿就是我们今天往哪建，很关键，很关键。我们注意再往前看，圣灵只有一个，这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所以第五点，这是第五点啊，第五点，卑一灵什么？被一个灵所引导，被一灵所引导。所以你要想在一起建，必须是被一个灵所引导，不是被一个灵所引导的肯定不会在一起建。所以被灵引导，说凡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儿子，都是神的儿子。所以这是加拉太书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罗马书我们看一下啊，罗马书第8章啊，对，罗马书第8章啊，看是不是这样说的，凡被神的灵引导都是神的儿子。说被一个圣灵引导
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四节找到吗？十四节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谁的儿子？神的儿子。那首先我必须是神的儿子，被神一个神的灵引导。你是神的儿子，我是人的儿子。你说这个人不是被一个灵引导的，能不能合到一起去呢？不能。能不能与蒙召的恩相称呢？不能。这不可能的，咱俩不是一个目标。我往天国上跑，你往地上跑，所以两头正，这叫什么？就是那叫什么鹤棒什么象征啊，渔翁得利，有这句话对不对？鹤棒象征渔翁得利，什么意思呢？就是鹤往天上飞，那海里那种东西啊，是吧？那叫什么？那叫棒，对不对？它往地上使劲儿，一往天上使劲，一往地上使劲的，它俩非得最后相咬相吞，彼此什么消灭了？最后谁得利了？仇敌得利了，对不对？仇敌得利了。那么教会中间也是这样，必须是同心合意的，一个爱心，一心一意都为主。所以所赐说必须是合而为一的心，那是圣灵所赐的，必须是在一个身体上建造，必须是被一个灵所引导的。所以这样呢，仇敌才不能乘虚而入，不然的话仇敌就开始在中间做拆的工作。所以仇敌马在我们中间往往是做一些什么工作呢？挑拨离间的工作。仇敌魔鬼从创世纪那天开始，从神造亚当那天开始就开始挑拨离间，他就开始呢想方设法的破坏神和人之间的关系。那个不够，他还要在人和人之间进行破坏。特别是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往天上使劲，魔鬼巴不得今天拆毁教会的弟兄姊妹所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在教会中间，在每个人中间进行破坏。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要识破魔鬼一切的计谋，要识破魔鬼一切计谋，不叫他在教会中间他的计谋得逞。所以这样被他得逞的教会自然就分崩离析的。所以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什么指望。那这个指望必须是一个，对不对？第六点，同有一个指望。那指望是什么？永生啊，指望是进天国得永远的产业，在天国里那有这个指望，指望主耶稣基督再来，同有这个指望，指望我们身体得赎，将来改变形状，指望我们将来进到那个更美的家乡里，这都是指望，对不对？指望我们从属物质界进到属灵界，这都是一个指望，我们都有这个指望。指望我们将来与主耶稣基督永远同住，在天国里永远同在，这都是我们的指望，对吧？同有一个指望。那咱俩的指望不一样，你竟指望在地上升官发财，我指望呢，我在地上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了，我指望将来呢从主那里得到满足的奖赏。那咱俩的指望不一样，所以他俩往一起合能合到一起去？不能。圣灵，所以他一个圣灵引导，又有一个指望，这样的人才是真实的，才是真的追求从主那里得到的这个合而为一的心。所以第五点，说第六点是同有一个指望。我们再看这里边还有第七，是一主，对不对？一个主。第七点啊，一个主啊，我必须，你信这个主，我也信这个主，那我就信一个主。对不对？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圣灵现在是一个，下面是一主。你信的一个主，我也信的一位主，对不对？你信一位，我也信一位。第八点是，你是一个信，我也是什么？一样的信。一信就是你信的和我信的是一样的。
如果你信的和我信的不是一样的，咱俩也不能合一。你信不信呢？信。光在一起合并，永远不能合一的。所以，教会弟兄姊妹要的不是合并，而是你怎么信的。你信圣灵是一位，那我信也是一位。你有一个指望，我也有一个指望。你有一位主，我也有一位主。你有一位父，你有一位神，那我也有一位神，对不对？都这么信的，就对了。一神就是只有信一个，神是一独一的神，一神是独一的，一信是我俩的信心是一样的，信一位主，信一位圣灵，同有一位指望，这样的教会才能真正的是蒙召的，与蒙召的恩是什么相称，必须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与蒙召的恩相称的。这蒙召的恩相称，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首先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所以同心合意的。咱俩没有二心的，你姓耶，我也姓耶。那你姓耶，我不姓耶呢，所以我就进不了耶和华，进不了耶稣基督的国，对不对？对。你是基督徒，我也是真基督徒。你真信的，我也是真信的，对不对？你领受一样的圣经里的真道，我也必须领受一样的真道。这样人才能同心合意的，所以才能与蒙召的相称的。绝对不是我们今天与蒙召的相称呢，我就去上世界上，我就跟别人去蒙召恩相称去了，不是那个意思。这个蒙召恩相称，首先呢，我必须先得到天上的贵重的器皿，这贵重器皿就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生命，我成了一个贵重的，我被洁净了，不是做卑贱的，说我被预备行各样善事那个。好，再看啊，先把这个先隔上，咱们先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三章20-21节，这里面说预备行各样善事。第二十节找到吗？找到了。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因为这里边是这个行为是他个人的行为，怕到主面前受责备，对不对？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单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说在行真理的人，什么叫行真理的人？是因为行为好吗？不是的，行真理的人来救光，他要显明一件事情，他救光来要显明他所行的不是自己行的，乃是靠神而行的。这一不一样？不一样。说靠神行善，靠神行事，就与蒙召的恩相什么相称，这是说明这个真正行真理的人是来救光的。我只要把基督这个光，我就近这个光，我就成为光明之子。我成为光明之子，我就能与蒙召的恩相称，行事为人就能对得起那召我的主。绝对不是这录像，你这录音呢？录像你这么喊就进去了。那作恶的不来救光，对不对？不来救光的原因是因为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所以不来救光的。但行真理的来救光，是目的要显明他所行的不是靠人行的，乃是靠神而行的，对不对啊？好，再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啊，第二章第十节。二章的第十节，就是与蒙召的恩相称。找到吗？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说这个行善呢，就是与蒙召恩相称，行事为人对得起那召我的主。所以怎么行的呢？我们是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被造一遍。我把这个擦掉啊。这是刚才他们讲的一主一心一喜在这里头啊。前面这些我们都知道了，这些就是以弗所书怎么讲，如何在教我们如何才能与蒙召的恩相称呢？如何在蒙召的恩相称呢？
如何与蒙召，与如何形式如何与蒙召的恩相称呢？形式如何与蒙召的恩相称呢？如何才能与蒙召的恩相称呢？也就是怎么样形式才能与蒙召的恩相称呢？我们已经被拣选的人，怎么样形式才能与蒙召的恩相称呢？怎么样才能对得起召我的主呢？这样的经文在圣经的多的是啊。等一会儿咱们可以一个一个来查。咱们先查这段经文，就是首先的第一点是必须被光照的人，必须在基督耶稣接受这个真光的人，他行事就像光明之子，光明所结的就是什么？一切良善、公义、和平，对不对？他是首先成为光明之子，这是才能首先呢被主光照，成为什么？光明之子。成为光明之子。这是第二点，是在基督耶稣里被造，在基督里被造。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造成的，对不对？在基督耶稣里被，在基督耶稣里被造成什么样器皿呢？贵重的器皿。在基督耶稣里被造成贵重器皿，所以他在这里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已经成为光明之子的人，下面就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也就是说要接受耶稣基督在你身上造一次。怎么造呢？就是脱旧换新的。那这个以弗所说这个与蒙召恩相称，相称这句话是针对所有的基督徒，是不是那些未蒙恩的基督徒，而是蒙恩的基督徒说的，对不对？对。是不是对蒙恩的基督徒啊？对。是对蒙恩。脱旧换新的是不是对蒙恩的基督徒说的？是对。也是对蒙恩的基督徒说的。所以以弗所说的第二章就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你要想真正行善与蒙召的恩相称，必须接受一个事实，就是基督要在你身上给你造，神要在基督耶稣里把你造成一个贵重的器皿，造成一个新人，而新人所行出的才与蒙召的恩相称，对不对？对。唯独新人所行的事才叫与蒙召的恩相称的，不是我们靠肉体行的。所以那个段经文说，第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这已经是得救的人，得救必须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下面紧接着在这个根基上建造完了，得救是本乎恩这个根基上建造完了，就不是下面我就想行出善事与蒙召的恩相称，下面是接受耶稣基督在你身上工作，接受。所以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必须接受一个事实，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来工作你，把你造成一个崭新的人，把旧的脱掉换上新的，这个人行事为人就对得起遭我们的主，就对得起那个与蒙召的恩相称的，完全不是自我，我今天我达到一种什么标准才，这是唯独是你看到以弗所那个最高的标准，上帝在以弗所书里头说提到一个最高的标准，那最高的标准是谁呢？神最高的标准就是基督，我如果把最高的标准给丢掉了，标准呢？我们看没看到这个最高的标准是谁？以弗所书讲的这个最高标准完全是新人活出来的，
基督的复活生命活出来的，完全不是我活出来的。所以整个这个第四章这里边是新人活出来，在前面讲第四章开头就讲与蒙召的恩相称，第四章的第十七节往下看就脱旧换新的，紧接着在第四章往后看这个第五章就使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这样的，必须先成为光明之子。紧接着这一系列的第五章整个的如何的活出基督的样子，整个是新人活出来最高的标准。当我们看到这个最高的标准，人肯定用肉体想要去达到这个标准，肯定达不到的，对不对？对。当你看到这个标准的时候，最高的标准，那最高的标准是谁？基督。基督。最高标准是基督。那神就把以弗所最高的标准就写下来，整个的以弗所书写的是特别高的标准，好像是要求弟兄姊妹达到一种什么标准。其实我们没有看见这里面有奥秘的事情在里面。每一卷书，包括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前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它每一提一件事前面都有个要解，那个要解那句话是特别重要的。这句话呢，是要把弟兄姊妹带到什么，带到最高的标准，叫人看见基督是整个人类行事为人最高的标准，对不对？当你看见基督是整个行事为人最高的标准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靠人性可以达到。如果靠人性能达到，那基督就不必要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了，因为你都能达到，基督还何必再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呢？达不到的，他住在你心中，要达到，怎么达到呢？必须这一位救主，这一位复活的主在你身上彰显出来了。为什么叫你因此见长，爱慕灵奶因此见长？哪个生命在长？从神生，从神的基督那生命在里面见长，见长见长达到一定程度了，这个复活这个基督的生命在里边达到这个目标的。等一会儿咱们再往下看啊，这个是特别特别这个地方特别特别奥秘的，所以解以弗所书很难解，所以希望我们有圣灵在我们中间帮我们解这段经文，因为我们靠着自己没有办法解。我们看，先把这段经文先隔上，先看哥罗西书一章十节。哥罗西书一章十节啊，咱们把这个经文都拿出来。一章从九节，九节找到吗？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地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地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招你的主，凡是蒙他的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地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以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叫又感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得基业，同得基业。好，读到这里啊，你看这段经文，其实这段经文讲的，我们往往是断开了，把那个与蒙召恩和上面那段话给断开了，一断开就产生误解了。好像是我们今天我们靠着人的人性就可以达到一种标准，所以神为什么设立一个最高的标准，就是叫人达不到，就是叫你看你自己，以弗所书那些我都达不到，以弗所要求我做光明之子，要求我行公义好怜悯我都达不到，要求我做光做盐，要求我是光是盐，我今天我都达不到，我的发光我都发不了光，所以以弗所要求的是最高的标准，对不对？最高标准是谁呢？基督，绝对不是我自己，我有一种什么能力能达到这个最高的标准，他把这个最高标准所行的事情来显在我们面前，所以他有一段话说，你们当效法基督，是不是啊？那基督就是人类最高形式的标准，我能达到基督这个形式的标准，我就能达到父神所喜欢的。我达不到这个标准，我达不到父神所喜欢的，所以这最高标准是谁呢？耶稣基督，我非得达到这个标准。那这个标准怎么能达到呢？我使基督。你看这个地方很关键。以哥罗西书这个第九章这个地方，我们注意看啊，说
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地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注意看，智慧和悟性上，下面说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你必须先认识他，对不对？对。你必须在知识和悟性上多多地认识主耶稣基督，多多认识神。下面说好叫我们行事为人。你不认识神的人行事为人就靠肉体行，你肯定对不起那招你的主，对不对啊？与蒙召的恩相称，你听说与蒙召的恩相称，必须是从蒙召的恩所生出来的信，所生出来的行为，才能与蒙召的恩相称的。靠圣灵得胜，靠圣灵行事，这个行出来的事才能与蒙召的恩相称的。如果不是靠圣灵得胜，靠圣灵行事，这个与蒙召的恩永远不能相称的。嘴上说，但是实际上呢，达不到这个标准。必须把这个最高的标准，我们达到的不是法利赛人要达到的，守律法守出来的，我们达到的是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对不对？远远就越过了文士和法利赛人。所以这最高标准是基督，他没把最高标准把雷锋拿出都做最高标准，说你们像雷锋这个标准就行了。神没有把这个最高低的标准拿出来，人间的最高标准拿出来，而是把耶稣基督天上的最高标准拿出来，就叫你知道你自己达不到这个标准，你好另外选择这个途径。这个途径肯定不是人肉体绑臂所能达到这个标准，所以与蒙召的恩相称绝非不是人肉体绑臂能达到的。那怎么才能达到呢？怎么样才能达到呢？咱们一个一个来啊。先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四节，帖前二章十四节，一个一个来，从九节开始看。找到吗？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工作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主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好了，这里边说这里边提到一个什么，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的招你们的什么主进他国是吧，得他荣耀的神，要这样说。首先呢，他要讲到一件，你必须听见的是纯正的福音，对不对？我所传给你们的福音，说必须是不住地感谢神，因为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的，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就首先领道领受对了，是不是啊？领道领受对了，他自然到时候就结果子了。领受道不对了，你想与蒙召的恩相称，他也不能相称，他也不能相称，因为他所领受的道不是从神来的，乃是人的道，他就不能与蒙召的恩相称。上帝蒙召，这蒙召我就持守这个神的道，这蒙召的恩是白给的，到时候就结果子，是自然产生的果子，不是人为的果子，不是人工做出来的，对不对？所以这样呢，他把最高标准告诉你，就是叫你来接受基督，你要不接受基督永远都达不到这个标准，是不是啊？把基督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必须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才能达到这个标准，住在基督里，是不是啊？为什么叫你住在基督里呢？为什么不直接说你们好好的达到一种标准，达到这那个与蒙召的相称呢？为什么不这么说呢？先说你领受道，领受基督，在圣灵里，在基督里才能达到这个标准，叫基督住在你心里头，接受基督，你才能达到这个标准，不是我达到的，而是基督达到的，对不对？
这最高标准就是基督。当我要不接受基督，我永远达不到这个最高标准。这是天上的标准，不是地上的标准，对不对？凡事谦虚温柔，但他那不是地上的 标准，用肉体没有办法谦虚，没也没有办法温柔，肉体里没有良善，你也达不到这个标准。保罗说的很清楚，是不是啊？说就是我的肉体中没有良善，没有良善怎么能达到谦虚温柔呢？怎么能呢？所以这是肯定不是地上生命能达到的，一定是从天上来的生命才能达到属天的那个形象，属天的那个标准。所以他把最高的标准，就是天上来的那个神的儿子的标准，展现在世人面前，叫人来接受耶稣基督，你用这个基督的生命来达到基督所要的这个标准。所以这个地方说，叫你们行事为人，那对得起那招你的主，对得起招你的主，是圣灵结果子了，才能招对得起招你的主，对不对？接受，这是首先做光明之子。第三点，接受圣灵更新，接受圣灵在基督里造成，接受圣灵在我，接受圣灵在我身上更新。怎么更的呢？所以以弗所他前面讲到与蒙召的相称，后面就紧接着就讲要更新脱旧换新的。如果这段经文如果不是插在这个地方就坏了，那就是叫你用肉体来什么成全。这地方不是肉体成全，有多少人把这段经文讲与蒙召的相称都变成肉体的，与蒙召的相称的肉体永远活不到这个最高的标准。上帝把这个最高神儿子天国里头最完美无缺的这个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的神儿子的生命展现在人的面前，成为这个地上最高的标准，地上最好的人也达不到这个标准，你信不信？信。雷锋、焦裕禄、王杰、杨子荣、先修海、向秀丽，他们都是地上最高的地上人的标准，地上人比众人高出一块的一个标准。就像举个例子，人再高也高不过神，神在天上，你在地上，对不对？对。所以你这电线杆子再高，也没有天高。你信不信呢？它是太高了，就是神这个标准太高，人根本就达不到的。你越达不到，你越对了。你要能达到就不对了。你信不信呢？所以达不到，我们总想要达到这个标准，这我要像基督多好。那好，你要像基督好啊，这件事好，肯定没有一。另外一个途径能达到，就是基督住进我心里，我接受基督在我里边，在基督里更新你，所以接受圣灵在我身上更新这个事实。如果不接受这个事实，你就想你今天与蒙召的恩相称喊着很欢，但其实能不能达到呢？一定是达不到的。所以我们都在讲与蒙召的恩相称呢、啊、都与讲与蒙召的恩相称呢、啊、什么叫与蒙召的恩呢？那恩相称，那必须从恩生出来的才能相称呢，是吧？你下个羊崽子与这个羊、那个、母羊相称呢，挺像的，跟它像，对不对？那怎么样才能与母羊相称呢？必须是母羊自己下出来的崽子，它长大了才能与母羊像，对不对？嗯、对不对呀？对，那不是很明显的吗？你怎么你弄个狗崽子，弄个母狗，你天天叫它下个羊崽子与那个大羊相称，能不能啊？它是不能的，这就是最关键的地方。所以你要接触果子，和你这个和你这个苹果树相称呢。那怎么样才能够再接触果子与苹果树相称呢？必须是苹果树结出来的果子才能与苹果相称，对不对？必须是本树结出来的。也就是说，我必须我不能用地上的卑贱的器皿来充当贵重的器皿，来充当，听懂了吗？我必须用天上贵重的器皿来接触贵重的果子来，那才是与蒙召恩相称的。所以这里面讲得很清楚，所以必须是接受一个事实，就是圣灵在我身上更新这个事实。我们看啊，必须，这里面说认识神，在基督耶稣里建造，被主大光光照了，必须是先认识神的。所以在前面讲认识神，后面就讲蒙召的恩相称。第17节就讲脱旧换新的，
在接受圣灵在你身上进行更新。那更新的过程是什么？脱旧穿新。而多半是什么？自己来那板，自己来那手，不是接受这个事实，是脱旧换新的这个事实啊。脱旧换新的，脱旧穿新。注意看那段经文啊，是不是这么回事啊？脱旧穿新的是新人活出新的样子，对不对？是不是啊？是。脱旧穿是吧？脱旧啊，啊，脱旧穿新的，怎么脱旧怎么穿新呢？怎么脱旧呢？有人说那怎么脱呢？那怎么脱呢？圣经说你们已经脱去了，是不是这么说的？是。你们已经脱去了，那你们脱去了，就表明今天不是救人能活出来的行为。而是脱旧换穿新，那新人活出来的，对不对？对。我们必须肯定一点，肯定是像保罗这种肯定，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的，脱旧换穿新的了，对不对？从现在开始，不是我在活着，是谁活着呢？基督在我里面。哎，咱们一个一个来啊，先更新，先接受圣灵在你身上更新。圣灵怎么更新？他有办法，不用你教，不用告诉圣灵啊，您教教我怎么脱旧换新，不是你脱。不是你脱，你把那工作弄错了，你信就行，对不对？他脱，这就一定会与蒙召的恩相称的，不用你教，也不用你想方设法，你想这方法不对的。所以圣灵在你身上，就你必须有一个心智，就是接受圣灵在你身上的更新，接受在基督耶稣里，神在基督耶稣里再造你一次，接受主耶稣基督光来光照你。这是最关键的，在基督耶稣里真正的认识神，完全不是自我。我今天达到一种什么标准？不是肉体上的事儿，凭肉体没有一个人能达到的。不信你就试试看，必须借着信心，完全凭信心来领受圣灵在你身上的更新，才能与蒙召的恩相称。喊相称的人多，但是真正的相称的人多不多？不多。他为什么呢？因为方法错了，他就。结果就是错的，是吧？因错了，那果效就是错的，对不对？因错了，多半是你一提到行事为人，你蹦对得起招你的主，马上把这大肉体蹦出来了。大肉体永远活不上，活不出天上最高属灵的生命所要达到的标准，对不对？对，那是属灵的标准，灵界的标准，不是肉界的，不是物质界的标准。你不要拿物质界的大肉体想要行一件事情达到基督的标准。你说我行善了，你行善，雷锋肉体行善，雷锋也行善呢。那上帝要你善，你首先看看是什么善，叫死人复活的善，雷锋能达到吗？啊，大麻风的得医治，雷锋能达到吗？达不到，达不到啊！啊，能达到吗？生来就是瞎眼的人，医院能达到吗？不能。啊？能不能达到？你不信看，这是标准的，这个是天上那个善的标准的善。往往人一想到这个善，就想到我自我里边那个人性中间那个普遍世人所想到那个善。你要是想到普遍世人想的善，表明你今天没有和世人没有什么两样。上帝要那个善是超越世人的善，跟世人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对。你看那个善是什么？你传福音做见证，这是不是善？不是吗？是。不是啊。是也是。你看基督要那善，他不和人间的善都不一样，对不对？彼得在那个廊门下看了个摊子说，我饥和饮我都没有，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是不是行善？是。嗯，叫他起来行走了。那世人走的那份给扔100块钱。耶稣彼得走那地方叫他起来行走，你说哪个好？哪个标准好？谈了38年的那他呢，天天有人可能给他送饭，不然呢他早就饿死了，对不对？天天有给他送饭，这个圣经一次没表示谁给他送饭，你信不信呢？谁给他送饭这件事情和耶稣基督叫他起来行走这件事情，你说哪个大？哪个标准高？神的标准吗？你看
有的人呢，就总拿这个标准呢，用那个地上的标准去衡量，在基督耶稣里呢最高的标准，天上的标准，一看呢，耶稣这个标准他就根本就达不到的，他总想人类的标准，总想雷锋的标准，总想王姐，你总想耶稣所要求这个行事为人对得起招你的主，肯定是超越世界上所有的善行的，对不对？肯定超越人间所有的善的，是人达不到的，对不对？生来就是瞎眼的人，最后见到光明了。你们看，生来就是瞎眼的人呐，躺了38年的，谁能达到？这是世间的善吗？这是人间的善？拉萨路死了4天，扑腾一下从坟墓里出来的，医生能达到吗？医院能达到吗？啊，都达不到，对不对？没有人能达到的，所以。人间达不到的标准是最高的标准，人间能达到的标准就不是上帝所要的那个行善，就不是让你上帝要求那个行事对得起招我们的主，就不是上帝要的，上帝要的肯定是超越的，所以上帝要的义都要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守律法守出来的义。你想想，他要求善一定是良善的，只有一位，就是在天上主那个善，不是地上人类这个人间的善。人的一说对得起招你的主，就马上往哪钉啊？往这肉体上钉，往这肉体钉，一看这达不到啊，你永远达不到的，因为你钉的地方不对了，你钉定的那个地方不对了。你想用瓦器和木器想活出金器和银器，不可能的，这就是比较啊，这就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这就是个比较啊。你能达到那个标准，那你就是从神来；达不到这个标准，你不是从神来的，你那个想法也是不对的，所以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怎么样如何相称？首先第一点，如何来相称呢？就是必须是首先的被主的光来光照了，接受他的光。第二点是在基督耶稣里被造成的，是他的工作，必须接受他被造。第三点是接受圣灵在你里面的更新，他先给你造个新人，紧接着呢，圣灵来了住在你心里更新你，脱去旧的穿上新的，这就是真正与蒙召恩相称，是新人活出新的形象和新的样子。听懂了吗？听懂了。好了，今天讲到这里。这个不用擦啊，这黑板上不用擦，不用擦黑板啊。您从外祷告。亲爱的天父救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一同来查考你的话语，因为你说因为行事要对得起那招你的主，因为行事与蒙召的恩相称。如何才能相称？我们也知道我们肉体里没有良善，我们要靠着肉体，没有一个人能达到你的标准，因为整个的从旧约圣经可以看的，凡有信心的人，他按照肉体来所行的，都不能与蒙召的恩相称。但是今天你却在他们身上得到美好的明证，因为借着信心得到美好的明证。我们今天若不是因着信，就不能得你的喜欢，就是借着信，一切在信心上建立章程，在信上在信心上来一切因信心做成功夫。没有信心我们什么也做不到，不住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就不能结果子。一个结果的人，他是常住在基督耶稣里面的。真正结果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结果的，不是在肉体中间结果的。我们住在肉体中间，总想靠肉体行善，永远结不出属天的果子来。主啊，因为今天你要照着你自己的旨意，在每个人心中进行更新，在每个人身上进行更新变化。你在每个弟兄姊妹中间都要造成，给他首先造成一个新人，然后圣灵在他心里做更新的工作，使基督复活的生命在他里面展现出来，使基督荣耀的生命在每个弟兄姊妹身上彰显出来，绝非不是我们肉体的事情。主，我们感谢你能够使我们明白这么奥秘的事情，因为这是人间所不能明白的，是愚昧人所不知道的。今天你却使我们这群愚昧无知的人明白了你的话语，我们在你面前是何等的感恩呢？当我们感恩献上感恩的祭，这也是与蒙召恩相称。当我们今天能够接受主你在我们身上的修理，在我们身上的更新，也是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能够接受耶稣住在我们心里，这就是与蒙召的恩相称。主，我们今天我们愿意到你面前来领受你在我们身上的更新，来聆听你的话语，
来接受主你在我们身上的一切工作。主就求你亲自在我们身上工作，不叫我们凭肉体来做什么，因为人凭着肉体什么也不能做，就求你照着你自己的旨意在教会中间做复兴的工作。首先使我们这小群先复兴起来，带领更多的人都能来到你的面前，听我们祷告，愿感恩颂赞都归给我在天上圣父，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们。好，一按一下。